屁股呀，你屁股很鸟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我没有在哭啊。Everybody, now we watch Hansel eye buff. 关门啊，你那边记得关门啊，等一下进去看。一、二、三。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.怎么有个预感会 miss flight？ 我的 driver 半个小时前 on the way 5 minutes 到现在，我还没到。这飞机现在已经3:30了，我去到不是4:00多5:00。哎，就刚刚我就在他的后面，没有看到你。我是你颜值最高的朋友哎，素颜。Have a check baggage? I don't have. 哎呦喂，你也臭鱼。我好像没有带到我的皮包出来哎，真的没有带到哦，臭公司。我 IC 没有带出来。IC 没关系吧？我错哎，我说了你手啊，白痴。刚刚很帅啊，敲发说了，现在发说不能用，不能用，睡不到我的 body pass。哦，没有，因为他讲一个负责人就要去负责人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为什么我身边啊没有朋友，你懂吗？因为我的朋友啦，太聪明的都会离开了，只留下一些笨的，迟早离开了，迟早不明啊！你不要先高估自己啊！猜猜我这次是去哪里？带着 Angel， 要你亲了，当然我亲啊！就你比起来，我一定亲吗？你很重吗？12kg，你很重啊？对啊，是啊，没问题啊，重。我就叫他拍 passport 过来， OK， 就这样子。重点是我们两个都没有花钱，然后我一个人都没带出来，去我们泰国。因为我们不用给钱的，我们用颜值来换。耶 ，Angel 请我吃，耶 ，Angel 不要吃我的哦，不要吃我的 ，Angel。整个画面呢，就像男友视角这样子的。男朋友哎，人家喝牛奶是进口，他的是进胸，因为没有人要吸他奶，是不是？Oh my god， 自己吸。你觉得你的手臂很粗哦，你这样就不粗了。看不出，因为没有什么美，除了我以外。现在休息，正要等着 check in， 刚坐了一个小时的车，一个小时的 roller coaster。坐了一个小时的 roller coaster， 然后我就晕了一个小时，我全程在车上就是在那边，一直。不能，我现场吐，我现场就爽。你们说你想吐吗？因为你看到你自己，我是看到你身上。男朋友过来，没有来。喂 ，NG。
觉。你要开门，你要欢迎光临的感觉。他哥被卡裤衩放了。对对对，哎，你要很 service 我的感觉啊。泰国话怎样讲？萨利卡，萨利卡 ，3, 2, 1 ，action 来。萨利卡，进来卡，先充点卡。这里可以。这是我们的厕所浴吗？他小 A 睡这里卡，因为他会踢床卡。这个是冲凉一起卡，就是个没得呢，一起冲凉哦喂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厕所，哎，你睡下面那个洞啊喂，怎么有洞啊喂？那个洞在这摸的，那洞在哪里装你的？哎，可以推出来。啊，这个地上给你睡的。我整个 vlog 都是你哦，我也是不会哦。哇，还有阳台耶！可以，现在我要来示范那床。黄色的示范的是这样子。OK， 不错，那弹性可以。这样不好啊？没有怎样？没有你要我怎样？我懂了。Boy Hong， I'm so sorry for you。你必须看这个。OK， 然后这边就是给我们冲凉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你跟你男朋友来，你要他这样子看这里冲凉啊，我连他坐下来啊。你看什么样子？大家，我们来看别的地方。你看这里的灯都没过他，你understand？ I'm so pretty. OK， bye. Please, my friend. 第一，我对这个 hotel 很不满意的原因是，为什么他给我跟他双人床？他给我跟一个踢人的人双人床 ，I don't understand。你看他在这里做什么？第一，你没有波；第二，你没有屁股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不要再吓死自己了，真的。给大家看最 amazing 的东西，在我的 hotel。This is so amazing. All of this. 我头发好臭，我洗香哦，但我吃到好臭。小爱，小爱，小爱，哟，这个是男友视觉啊，难怪你没有男朋友。你看，男朋友这样的视觉，好像每一天很容易。你跟我讲，你没有说清楚，然后在这边做我，做么？做你。我叫剪切师马赛克，我的脸。我现在很丑吗？真的很丑。等一下，你要听我讲一句话吗？是什么？你有美过吗？有，我本来就很美。我屁股痒。你屁股很痒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我没有在哭哭啊！你都刚刚还是爱跟我讲什么吗？他发梦有人跟他做，真的有人要跟你做。我的 Oh my god！ 哎，这个梦很真实，在这里哦。然后那人呢？等一下，没有人要你，有人要我。You are finished, you are done。对呀，我 finish 很大的，很大的 finish， 走完了。我你看一下。Now I understand why Han Xiao Ai no boyfriend. 什么？你信？别看我为什么干嘛的？然后跟你们讲，你们不用看我脸。昨天我睡觉啊，你看啊，这张床是不是很大？我本来是睡一半的，变成睡这边嘛。哎，你这样子，他是这样子。你看，你刚刚在做什么？我要起来了。快点，你快点做一个东西先。不要。My home, I'm so sorry. 不要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起来。你怎么在那一直抖？抖什么？我要起来了。没有人要看。
You see? Nothing to see. 你拿开都没有人要看的。Everybody, now we watch Han Xiao Ai Buff. Come.门啊！你那边记得关门啊！等一下进去看。镜子。啊，那关门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我要小便。进去啦！你做什么？小便在那边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我们都在困啊。进去快点。I don't understand what she's doing, man. 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包一个毛巾就没有事情了，她要做这个事情，好像刚生完孩子出来这样。你在这里小便呢？大龙真的很美啊。这个会肥吧 ，Angel？ 不会，饿了什么？哇，它的水果为什么这么多 ？Oh my god， 这是天堂，它连水都有很多种哎，它真的很多，你试哎，我的天。节目完就，要又要唱我，你吃 pancake 啦，我吃 cake。Angel 等了我几个小时，然后我等一点点，我这边，我在等 Angel。慢慢省钱，直到等的值。不用紧，我没有关系的，我还可以继续躺着。我哥哥妹妹的头发，所以一切都是幻觉，不要相信你的美。就哇，有点剪到后面的小线了，给你整个电台。男朋友是交。像脑子这样子的。Hello， 这个是 Big Big。他到底讲什么 ？One two fifty， two two eighty， three two hundred。OK。可是我觉得风景比较美，男友视角。你在你男朋友面前跟别人搭讪。对，男朋友你有？男朋友在镜头。你要吃东西啊？嗯。你不怕肥啊？尤米不知道。尤米，我绝对不跟你谈起来。刚刚已经吃了一个 ice cream 的。你也看到。麦克风一定要剪进去 ，OK？ 我要瘦了哦。是没？我昨天看到你大腿很多肉。该起来了，今天没有肥。这个是小事啊，我主要没有男朋友，因为是肥啊，所以我干嘛要减肥？是我性格的问题。你懂为什么你没男朋友吗？是因为你不够肥，吃多点呢。可是你肥，你也没有男朋友。我还没有男朋友了，各位大家不要希望 Angel 了。我们讲好全部东西要 share 的嘛，对不对？关于朋友都 share 了。有吗？你 share me 啊 ？One night 啊 ，Can you one night give you all 了？别当朋友。你们交什么朋友都好，不要交到这样子的朋友。不错，那我觉得我男朋友你就酷啊。他放好多气死给我，那我不就肥死 ？Thank you。我女朋友出来很圆，因为被你养圆的。
喂，注意点啊，讲话。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可以吗？我们来到哪里？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是来到 Scan for Privilege。看错啊，不是 pose 的问题，跟朋友一起拍的照片。Are you with me, 韩小安？没有跟你走。Tourist pose。哎，跟你很像哎。以为你男朋友帮你拍照是这样子。然后其实她没有男朋友，不明白怎么她还要在那边一直幻想自己有男朋友啦、啊，这个那个。要不要拍到我圈圈的？你要不要带我去问她是在拍你？你要带我吗？不要。然后拍到裙子的样子。你拍我，你拍哪里？我不想拍你的。你没有买给我的，因为你在啊，想买给你，我买底裤给你哦。Tourist pick one, two, three. 我的世界是在那边等我，我是千金小姐，想要多少笑？千金小姐自己拿什么东西？公主病。啊，我不是公主病啊你。换装了，我要去找我的 boyfriend 了。今天我们最后一晚在 Phuket， 结论就是明天我要游泳。早上我们六点半起来，七点准备去游泳。今天绝对是我最后一天放肆的这样子吃，最后一天我就要变回我的 S6 了。哇，瘦了哦！男朋友喂我。咱们去哪里？带你去卖。应该是我要卖掉你吧？我快找人问谁要韩小安。没有人会要的，你放心。来龙来龙，有没有人要前面那个女孩子？我男朋友。Beautiful, sexy, give me sexy, right? No, no, no. You look like a Japanese. Yeah, I'm Japanese. Really? Yeah, I'm Japanese. I mix. Oh, mix. Yeah. That's like this, pretty. 怎么给他的头一直对着你？ From Malaysia. Yeah, Malaysia. 那个败家女王。我真的不明白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虽然你是没有男朋友，不用感到这样子吗？还好我不是你男朋友啊，乱花钱啊，骂死你！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，不是我男朋友的钱。然后他刚刚讲他要减肥，他要今天吃完了然后再减肥。就麦当劳，怎么样？很好喝。为什么聊自己自己？按摩了，我腿很酸。嘟哒嘟，全裸。王姐，今天不一样啊，走，让我们去游泳啊。姐姐，小姐姐，你在干嘛？要不要肚子？哇，果然不一样，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我的奶跟他的奶。姐姐要偷人家的鹅。姐姐。干嘛偷人家鹅呢？
觉得你会让我拉这个 video 怎么真的没还需要时间适应水，太冷了。咪咪叫我不要晒太阳，然后我认真晒太阳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怕我看到你的头发。他直接变形了，他直接变形。我放弃了，快点上去！我要看我上跟你上的分别。真的？下游的，可以的。你们想和我们？笑我啊！笑我啊！卡嘛！可以的，我可以看到的。按蛋，嗯。水太冷了，结果一上来就感冒了。我就这样子塞塞了一个小时，像一个小孩子这样子。不要拿捏哪一个我讲话啊！要不要我陪你吗？不用。你确定？不用。需要地陪。不给。你等我五秒。哎，不能了，难怪你没男朋友了喂。哎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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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起了。那个明明是人家的鹅，你看他。你看他的鹅。你知道我抽到尾子在帮他拍照哎，看他的鹅，人家的鹅被他的鹅。Is there any problem? No, I'm so sorry. I'm so sorry. 我错。哎，小爱过来一下，我帮你拍。过来一点，拍你背影啦。来一。来啊！一、二、三。小爱，你可以坐上去吗？那个鹅很美的，其实它不是这样子给你递回的。你再不坐，你上次我丢下去。我的脚太长，坐不到。真的，我上不到。OK， done， 我已经没有话想要讲你了。你自己反省一下，你在做什么？没有跟男生来，有跟男生来的话，我电的方法就不一样了。下辈子不要跟这种弱智做朋友。我第一次看人家用粉饼给我拉整，真的。就是找你的方向。你可以去找你真爱的方向嘛。救命！没有，他讲。他讲。粉饼给我讲 GPS lost。找我男朋友的方向。你可以别这样子吗？人家还比他正常，你看这个在做梦。你没有游过游？第一次游泳。你蒸过水吧？好像。我重复，以后不要跟这种弱智做朋友。你看我在做梦，我的人生，我到底以前是做了什么东西，要遇到他这样子的人？辛苦你了，完后每天要对着这样的弱智，还要检查影片。完后还在做梦啊。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表情，因为我的表情是在翻白眼。我在原地的位置。现在我的哦哦，看到吗？因为它的景象的那个东西真的好像狗链。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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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Last day， 我们有多少钱吃啊？这是免费，我们用银子来。我觉得你要在这边住2到3个月才能还到。妈妈。吃饭喽。